第二呢，业障，一切罪业是啊，罪业是造作，就像地藏菩萨在本愿经上所说的，阎浮提众生，阎浮提众生指我们这个地球啊，起心动念无不是罪，当然这是指的大多数的众生啊，极少数例外。为什么说起心动念都是罪？起心动念都是自私自利，那就是罪啊。自私自利有什么不好呢？为什么说是罪呢？增长我执，增长我见，这就是罪啊。我见我执增长啊，就不能出三界，不能脱轮回呀，那不是罪是什么？这个一定要知道，除业障啊，正解脱的，就得大自在了。